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数线上有 a 是负八，然后 b 是负四十二，哦，这随便画啊，负四十二，反正 b 一定是在 a 的左边的。那 c 点位于 a、b 两点之间，且 c 点到 a、b 两点等距，也就是说 c 点哈是中点，那么中点有公式吗？二分之 a 加 b， 哦，负八加上负四十二，上面加起来是负五十，除以二是负二十五，也就中点是负二十五，所以答案是负二十五。